话，啊，就是把它全部下载下来，然后删掉从那个多余的那个标题列，然后呢自动帮我把它在资料剖析到 C 到 H 栏，因为有删掉一栏，好，然后呢最后的话呢再自动调栏宽，那，啊，顶多是一个清除。可是后来有同学问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下载到同一个工作表，我如果要下载到不同工作表的话，一个 page 一个工作表，那这要怎么做，我大概 demo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基本上齁，最后结果就类似像这样，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可以删掉了齁。假如说我今天希望齁它下载的话，我们原来是下载到同一个，那现在的话这边批次先怎么新，我们需求是批次先新增工作表齁，然后呢应该是新增工作表之后顺便把资料下载到那个工作表里面哦，然后呢一个一个，那我 demo 一下，基本上就长得这样，本来是放一起哦，现在是变成说按下它，它会怎么样，下载一个放一个，下载一个放一个，总共16个，所以这边的话就 for i 等于1到16啊，那怎么，哎，程式没改，17是，哎，17也有，18所以变成17以后好像都一样，应该是到16吧齁，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我看一下，我可能程式没改到，应该是 for i 等于1到16吧齁，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应该写成这样子。另外的话呢就删除，删除的话就全部删掉，一下子就全部删光光了，啊，另外的话呢另外一个启动工作表是说，如果我希望呢能够让那个启动的时候它有个进度状态条，它能够自动帮我跑的话，这个地方的话该怎么写，不过这边我可能要改一下，应该是1到16而已啦齁，不用那么多，然后这边的话应该就是除以16，等于每跑一次更新一次，每跑一次更新一次齁，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基本上它就会这样子跑一个一个一个，然后，全部跑完了，所以你第一个 page 看到了，第二个 page， 第三、第四、第五，以此类推。那如果说你最后呢想要把它通通删掉，那这边有个删除旧工作表，啊，又再按一下，它又可以一个一个帮你把它跑出来，哦 ，OK 啊，或者是说你可以启动表单的方式，启动表单就是会多一个，就是怎么样，把那个就是多一先启动那一个状态条，就是其实用一个表单啦，其实它里面就一行 home 点 show 哈。那不过这个地方齁可能会多需要学的东西比较多一些些啦，所以我大概跟各位讲要有这个效果。那至于怎么做齁完成的结果呢，其实在云端上也有放，那我把比较重要的部分跟各位做说明一下好了。所以第一个齁，那其他可能这个延伸性的统计前七名请各位自己再做一下齁。那后面的部分的话就是将什么，将那个下载的资料分为16页16个工作表，哦，那做法上面当然第一个我要能够批次新增工作表，多再来就是删除工作表，哦啊，其中的话有一个就是要加一个共用程序的概念，所以共用程序是说因为我有会有一个，下载就是大乐透下载，可是我每一次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哦，那每一次如果说都要一样的话啦，啊，里面只有一个不一样，就是 page 不一样的话，我可以用传递那个引述的方式给那个共用程序，哦，那这个怎么做，大概就是大概说明一下，一先批你要了解批次新增工作表，那里面比较重要的部分，哦，就是你可能要多学一个，这边我想应该各位比较看得懂是批次新增工作表 for i 等于1到16，这个应该看得懂啊，内存在这里，里面需要多学一个什么呢，就是序词物件，序词物件呢指的就是工作表，后面它有一个方法叫点 add， add 指的是呢新增，有没有新增方法，就是序词点 add 的意思啦，那 add 的新增它会问你说那你要放在哪里，我如果要放在最后一个的右边的话，右边哦，那你就必须 after， after 指的是最后那一个的右边哦，那如果 before 的话就是左边啦，啊，OK， 那最后那一个怎么表示，序词总共有几个就序点 com， 序点 com 指的是
我这个工作簿里面总共有几个工作表，意思是说我放在最后那个的右边，就是这样表示。再来的话呢，重新命名，怎么样重新命名？把我增加的那一个，因为 add 之后它一定会放在最后一个，所以它就变成序点看的名字是 I， 那 I 的话其实就是什么，我们上面嘛，所以第一次1234、哦、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第一个，请各位、哦、把这个程式啦，我们就增加、哦、我们用那个刚刚这个我刚写的这个这个另外的，我把它就是刚刚是完成的、哦、那我把它再贴到哪里呢？第一个、哦、我把刚刚那个程式贴到下面，没有，刚这一段、哦、把刚刚这一段那个批次新增工作表这一段、哦、Ctrl C， 然后呢把它贴到下面好了。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游标放在这边哦。那如果我批次新增的话，你会发现哦，那我按那个 F8 好了、哦、那请各位看一下那个工作表的效果， F8 for i 等于1，所以你会发现哦，序点看目前有三个，那它会 add 到最后一个哦，所以 add 一个有没有，它会帮我新增到最后变成工作表4，可是我的名称不要叫工作表4，我要叫1，有没有，所以你就把它的名字最后那一个就是4，意思说最后这一个啦齁，序值的最后一个的名字把它改为 4， 要不改跟啊改成 1，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这边有没有，它就多一个这个，诶，那如果下一个的话呢，那就是我们把它再新增一个变第二个，所以重新命名第二个，以此类推以此类推，那你会发现呢总共16个，它就会自动帮你新增16个了、哦、可是呢这个地方、哦、新增完第16个之后的话，游标会放在最后一个，如果我希望让它切回去到第一个的话，那你可以续着 1.select， 这个时候它会帮你切回到第一个哦。那如果说你要切到第一，切到那个刚好是工作表1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可以用那个名称，如果是数字是第几个，如果是名称你可以双引号，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切到第一个的话，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然后你会发现它会切到第一的位置，这时候游标就放在这里了 OK。 但是、哦、这个地方只有新增工作表，并没有怎么样帮我把资料下载下来，诶，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帮我把资料下载下来的话，那你需要怎么在新增重新命名之后，有没有多做什么事，下载那个大乐透资料嘛，对。可是问题齁、哦、我们刚刚是批次下载，这边有个批次下载，然后我们之前上面好像还有一个啦，叫做大乐透下载，我记得是放在最上面，这边有一个录制的。那这个录制的话齁、哦、其实呢如果说我今天呢把它砍作 C 好了，因为我这边本来有一个啦，我是 OK 齁、哦、然后变成说呢，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就是这边要把它改成一，它就下载第一个，如果到第二个 page 这边就要改成二，下载第二个，那一样放在 A1， 所以你会发现哦，如果说我要给不同的 page 用、哦、那只要改什么，改这个，这个不用改，因为永远都放在每一个 page 的 A1、啊、那所以这程式要怎么改呢，有没有办法呢？哈，当我新增完之后，新增完之后，哎，自动帮我把它放进来，然后再换下一个，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什么呢？每一个就会下载我需要的那一个。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学会一个叫共用程序的问题。什么叫共用程序哦？我们待会再来看。所以请各位呢，先试一下，先学会什么批次新增工作表。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哦、等于是多延伸到那个工作表的应用啦、啊。其实、哦、在 VBA 课程里面、哦、后面其实还有多工作表的应用跟多工作簿的应用，甚至还有就是工作簿、哦、可以放在不同的资料夹跟不同档案。就后来发现、哦、最近很多网络上最多人问的其实就跟什么工作里面他可能有一堆东西，他需要自动建立他的资料夹，自动帮它产生 Excel 档，自动放在资料夹里面。
然后自动管理自动删除、哦、可不可能，可能啊，那会不会很难，我是觉得跟这个相似度非常高，因为逻辑上都一样啊。哦、啊只是说我还是强调按部就班，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学不好，你更不要说要学到后面的，因为物件跟物件的关联性，反正一定是工作簿里面有工作表，工作表里面呢一定会有很多的储存格 sales 跟 range 还有栏跟列嘛。那我们是按部就班，所以今天等于是要跨出去到工作表、哦哦、那难度当然相对会增加一些些，请各位先试一下、哦、如何批次新增工作表，并且思考一下，如果我希望怎么样新增一个自动下载一个，新增一个自动下载一个，用什么方式来做最简单、哦